偏四伏的。那你那里会种什么？那个豆子吧，豆子那个豆角吧，香莲的豆角，这个黄瓜，这个毛瓜，毛瓜，嗯，知道吧？啊，谢谢。黄瓜不用谢，不知道的介绍啊，哦，对吧 ？What is she going to do with the onion for her 把它炒的炒了 home consumption or she sell some in the market？ 会卖还是自己吃？啊，自己吃不了，挑着市场买吧。我今天早上过了这一片菜去买的。哦。早上，这个菜好炒了，把它松一松的壳了，杀一杀皮了，没有鱼杀了，它们长得这么长吗？那你全部种的作物是自己吃还是会卖？自己吃，吃不了了就拿一点吃买，在那个市场，是吧？吃不了嘛，拿去那个市场买了。现在这个葱，如果是有的卖，现在就。七八块钱一斤，七八块钱。嗯，这个小白菜今天早上过去，这一片就是买五块钱一斤。嗯，就是老人家不种的，什么都没有种了，在这里种一点菜，种一点那个稻谷过来吃，可以了。小孩也不在家，自己两个老头在家里，对吧？对。搞一点，他就不用你光活了，老了。自己不互动就不好了，自己互动一下，知道吧？嗯。你的老妈不用干了啊、哦，你老妈在家里收拾啦，是吧？对。我们干呀。What is she going to do with the weeds that she's pulling out? She's going to eat them first, and then. The weeds? Oh, the weeds? Yeah. What is she going to do with the weeds? 那你，你这些会啊，用来做什么？什么？这些是用来做什么？这个一个的 no, point, she's, point, make sure you're pointing to that. She's, 这个是我的呀。这个 no, 这个。Go round, go. 疙瘩鱼生长得不好。那个不疙瘩鱼它就好大，很大大，很大肚的啦，长得很好的啦，以前呢，它割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鱼吧，它怎么生长得起啊，对吧？那你这些会用来做什么？不用这个草，把它拔掉，把它倒在哪里去了？What is she doing? 晒干净的，把它给它火烧吃了，对吧 ？Is that recycling? 晒干它的烧。Because usually on a farm that I worked on with weeds, we just pull them out and let them die. We don't do anything with them. There's a good example of recycling and sustainable farming. 那你这些放在那里时候会做什么？那里。这些。这个为了倒去那里晒干的，给那火，给那个火烧。烧其他用那个皮，在那个土地的。You're gonna burn them.